原标题《亮剑朱子明不在床上》，李云龙竟直接拔枪凭啥断定他有问题。亮剑朱子明不在床上，李云龙竟直接拔枪凭啥断定他有问题。亮剑这部剧大家应该十分熟悉了，在剧中有这样一位人物，他虽然戏份不多，似乎无足轻重，但他却很特殊。这个人就是独立团保卫战士朱子明，如果没有此人，轰轰烈烈的平安剑之战可能就打不起来。话虽如此，但是朱子明的行为仍然十分遭人痛恨，毕竟他选择了叛变，当了汉奸，而且还出卖了李云龙，并最终导致赵家玉惨案的发生。朱子明之所以会叛变，是因为他在一次外出执行任务时不幸被日军抓获，而且审问他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山本一木这个大魔头，其以凌迟酷刑相要挟，逼迫朱子明就范。由于从被捕到释放不足24小时，所以这让朱子明很轻易的就避过了赵刚的审查，从而让其彻底成为了一颗日军打入独立团内部的棋子。由于朱子明是独立团的保卫干事，其职务的特殊性成为了他最好的保护伞。正是因为这一点，所以一直到赵家玉之战发生前，朱子明都没有被人发现。就在日军山本特工队发起攻击之前，好在李云龙临时决定要去查哨，并且还专门去了一趟营房。当发现朱子明不在自己的床上后，李云龙立马就拔出了手枪，并且让威和尚通知部队做好战斗准备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朱子明不在床上，李云龙竟直接拔枪，凭啥断定他一定就有问题呢？不在床上，说不定这小子去上厕所了，而李云龙拔枪的动作就已经说明他断定朱子明有问题了。那么李云龙有什么根据呢？首先，李云龙摸了一下朱子明的被窝，发现是冰凉的，说明离开有一段时间了，但这还是不能证明朱子明有问题啊。万一是因为拉肚子去厕所的时间长了点呢？紧接着，李云龙检查了朱子明的配枪，发现他的枪也不在，这一点才是关键。上厕所不可能带枪，这说明朱子明有鬼。其次，很早的时候李云龙就已经发现朱子明有些不对劲，原本这小子的脾气不是很好，结果执行完一次任务回来后，见了谁都是客客气气的，性格这东西不是说改就能改的。然而因为秀琴的原因，李云龙并没有细查下去，而现在李云龙查岗又发现这小子带着枪离开多时，将这两件事结合起来看，朱子明必定有问题。最后在李云龙和秀琴结婚的酒宴上，别人都没动，就朱子明一个人非要给李云龙敬酒，而且赵刚拦都拦不住。如果不是赵刚用命令的口吻让其停止敬酒，说不定这小子还会死缠烂打，非要把李云龙灌醉不可。如此反常的举动，再加上上述两个疑点，这就更加能证明朱子明有问题了。综上所述，正是因为以上三点原因，所以李云龙才断定朱子明有问题，并选择直接拔枪，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Thank you.